伽教室，每天早上九点的时候瑜伽的，然后起不来，所以然后这个阶梯就是可以走到房间，那那个就是鸟笼，就是我们住的，然后会有游泳池的地方，很棒呢。像它这里，它雨水都是有，就是过滤回收再利用，就是很其实是一个蛮环保的地方。在游泳池玩了一天，终于要好好放松一下自己。那其实我现在来就是在这一间饭店唯一的 SPA， 然后就会首先就是要先选味道，它会有三种精油让你选择，然后再等会去这边呢休息一下，接着方老师就带我们进去咯。Wanna fly away and be free. If I could flee from winter heat, and I would go back to where it all began. You and me. 按摩完之后，下午茶时间到了，就会有两层的小点心，然后面对的是印度洋的无敌海景。所以他刚他付的那个点心有一点。不是，就味道不是那么美味，然后所以呢，又点了一个沙拉跟薯条，还有炸螃蟹吗？看一下，然后就是要再重新吃一次。刚刚那些几乎就是嚼一口，然后觉得因为有点不习惯印尼式的那种甜点，然后就是 QQ 的东西，然后吃不习惯，所以那就是再继续，我要开始吃开动喽，拜拜。我要离开了，然后就是好舍不得哦，因为可是还是明天还是要回去面对现实的，对啊。然后今天早起本来要去，就是它有一个沙滩要爬下去健行，要走去沙滩，大概有600个阶梯。然后可是因为今天早上下雨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。所以就可能就是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就一定要战胜那个它的海滩这样。那就是这样了，我要离开了，要check out了，拜拜。